速度轮滑鞋的上鞋根据鞋的号码会有不同的孔距，上鞋孔距有三个尺寸标准，分别为30至32码的速滑鞋上鞋孔距为150毫米，30至37码的速滑上鞋孔距为165毫米，38至45码的速滑上鞋孔距为195毫米。但有时会根据品牌设计的不同，有些速滑鞋的小码段也会采用195毫米孔距。轮架根据安装不同尺寸的轮子会有不同的长度和孔距。现今速度轮滑鞋的轮子直径大小主要有四个尺寸，分别为90毫米、100毫米、110毫米和125毫米。相应的架子的长度也有区别，比如安装4x90毫米轮子的架子的长度为11.25英寸，孔距为150毫米至165毫米。以下就是各种轮架的长度，供大家参考。在进行轮架组装时，也要依滑行者的身高和脚长选择最适合的组装搭配。轮架长度选配方法为：11.25至12英寸的轮架特点是尺寸短、重量轻、敏捷性高，搭配三轮使用，通过性好，惯性高，可让少儿选手准确地做出直线滑行动作和弯道技术，适合6至10岁，身高约100至150公分，依照每个人体型和力量不同有所差异，可搭配4x90、3x100、3x110轮组使用。12.4至13.2英寸的轮架，长度重量适中，推力强，稳定性好，速度快，但相对耗费体力，适合12岁以上、身高约130公分以上、具有一定训练基础和技术水平的运动员使用，可搭配4x100、3x125轮组使用。轮子是速度轮滑鞋的重要部件，对滑行速度影响较大。高级别速度轮滑鞋的轮子材料采用聚氨酯 SHR 级别的高弹材料制成，弹性好，耐磨性好，静音效果佳。现今最新的双硬度轮会获得更好的抓地力。所谓双硬度轮，就是利用不同硬度材料灌注而成，内层的硬度比外层的要低。在速度轮滑赛场上，运动员高速滑行到弯道时，身体的倾倒角度要很大。由于双硬度可提供很好的平变，使轮子可以迅速做着形变，以保证运动员不会因为倾倒角度过大而摔出赛道，又保证了运动员可以高速的前进。这就是双硬度轮最大的好处。轮子的硬度也是影响滑行速度的因素，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境与竞赛距离，应选取不同的硬度的轮子。太阳照射地面的温度变化，地面有雨水，路面材质的不同，对轮子硬度的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。一般来讲，硬度 87A 的轮子较硬，适合长距离，硬度 85A 的轮子硬度适中，适合各种距离，硬度 83A 的轮子较软，适合短距离。还有一种特殊的硬度混搭组装方式也较为常见，当相同硬度轮子搭配使用时，感觉轮子太硬，抓地力不够，或者感到硬度软的轮子太黏，续滑性差，那么就可以交叉混搭一起组装，将较软的轮子安装在第1与第4的位置，中间两颗放置较硬的轮子，这样既有续滑能力，也有足够的抓地力。长距离常用混搭方法为85A 加 87A 混合搭配，短距离常用混搭方法为83A 加 85A 混合搭配。大家在学习速度轮滑鞋技术知识时，了解关键部件的技术标准与性能，对器材的认知以及保养可起到有效的作用。轴承是影响器材滑行速度的关键部件，在基础教程中已经介绍了轴承的制作标准，以美国工程协会 ABEC 标准做全面介绍。 ABEC 所对应的数值越高，说明轴承的精度越高。除了 ABEC 以外， ILQ 也是轴承精度的标准，两者在其选择上可根据购买便利性加以选择。还有一个就是要介绍下陶瓷轴承，现今很多轴承商会主推陶瓷轴承，这种陶瓷材料可获得很好的散热、防锈以及更加的滚动效率，但是相对来讲抗冲击性较差，易破碎，但在实际滑行中速度的影响不会起到很大的差异，所以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轴承的材质。
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属性是轴承的承受载荷和扭转载荷能力。在高速滑行时，轴承承受着这些载荷，并且把滚珠挤入滚道。当轮子转动时，滚球最终会滚至滚道的边缘上。如果负载太大，滚球和滚道由于游离间隙过大，会导致承载时偏移而造成磨损，会被划伤或出现压痕。要知道轴承是否能承受轴向和扭转载荷，我们需要查看滚道的深度。精度高而且较深的滚道，使其轴承更坚固，从而可使轴承更具有有效的滑行。浅的滚道不会产生摩擦更小，因为无论它与滚道的哪个部位接触，滚珠所占的空间并没有变化。了解了轴承的构造和知识，会使您对轴承如何选择与养护更加胸有成竹了吧。